吃个螺蛳粉吧，今天下午我们吃了6斤牛蛙，4斤那个耗儿鱼，后面还加了4斤，瘦8斤，对不对？ 我们再来个宵夜螺蛳粉，又饿了，先来条果冻。果冻一定要细嚼慢咽，宝贝们。我弟弟都在吃。酵素果冻现在有活动啊，宝宝。 79块9发一盒，2盒、3盒、4盒、5盒，铁了，拍下79块9给大家发5盒酵素啊！吃完果冻一定要切记多喝温水，我喝的是茶，咱们茶也在做五一活动，宝贝们。有点烫。这是我今天下午吃完那么多的一个肚子，已经全部排空了。看一下侧面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始吃螺蛳粉了。刚矫情都摆个封面，好久没吃了，有点。 我加了好多的硫酸素，霍霍吧，好好吃，我的食量很大的，虽然不直播，每天要吃很多东西。